行。你吃下去，你会有种心灵沉静下来的感觉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立，我是伟伟，我是康康，欢迎来到黄师兄弟开箱频道。今天又是我们泡面特辑，也太幸福了吧！上一次我们就有那个泡面之神所评选出韩国的前十大泡面，没有看过这集的话，差一点右上角哦，是哪一边？这边，这里。这一次呢，在台湾评选出了十大素泡面的排名哦，特别为素食者出的泡面开箱。人家说前十大好吃的素泡面的，我们前五名今天买了五个回来，来看看。有时候说媲美荤的泡面，没错，有些甚至比它更好吃。对，有些肉食主义者甚至爱上了素泡面。没错，第五名这个也太熟悉了吧？这就是维力炸酱面啊。没错，维力炸酱面有出素食的哦。它是维力素炸酱面，22块，22块耶。对，然后它很贴心，有附两个碗，因为维力炸酱面它是要把汤给倒出来的，因为它是吃干面嘛。没错，维力面，维力面。听说内行人都吃素的。真的假的？我超爱那个一般的维力炸酱面哎。你没有吃过素的吧？没有没有，这是第一次。你知道是会有强迫症，有些人会想要把它撕得很好看，但偏偏希望这么做的时候就会撕得很丑啊！完蛋了，大家很多人看到这一幕就要关影片，因为强迫症发作。上一页，我一个给你泡的吧，应该是一个拿来泡的，都有一个汤包跟酱包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味道其实跟一般的维力炸酱面的味道没有差到哪里去、哦、真的吗？第四名，噔噔，静思香鸡面、欸、它的鸡是那个鸡，就是累积的鸡、欸嗯、这个蛮贵的、欸哦、150，对，我们买一这样要200块，很贵，这一次真要自己煮、欸、还没有盒子呢。Oh my god， 日式味噌口味，所以它是汤面啊。对，它是慈济出的，它是非油炸面，也是蒸的。它的内容物是什么？哦，哎，是粉哎，我以为是呢，因为一般来讲，人家听到味噌会以为是那个酱包，可是它是粉包。然后这个面哎、欸、不一样哎，它有细有粗哎，你看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就去泡泡面。好的，三分钟到，三分钟到。你知道吗？我有时候像这种要立汤的，我就很怀念日本的泡面。日本泡面都会做那个立汤的孔，三个洞吗？对，有孔，小洞。煮水立米的时候会把米全部倒到水槽里面那种人。日本真的是很贴心哎。汤包加到你刚刚煮面的那个水里面，是吗？哦，是的哦，是的，这样喝起来就是高汤味而已。酱包，你知道有些人煮泡面很搞纲，他们会先把水加进去泡原本的泡面，再把水倒出来加酱，搅拌之后再倒水进去。天哪，听说会很好吃，感觉要加一点水，然后全干也不行。嘿咻，嘿咻。你们看到这边有没有口水直流？工作室的人已经吃过午餐了，应该不会饿到这样子。不知道哎，饿吗？可是维力炸酱面就是有一种魔力，就是 来，可是闻起来完全没有素的感觉呢，完全就是维力炸酱面啊。我自己觉得啦，用外表来讲的话，就荤的好像比较油亮一点，我自己觉得。来，哇哦，香的感觉，好香啊。嗯，这是素的吗？没有差吧，反而会比荤的还要更清爽一点。嗯，这个的油就没有那么多的感觉。我真的觉得宵夜首选。如果你今天把两碗放在一起的话，我真的只能依照那个油度去分，因为它的咸度跟味道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。汤就是很基本的，嗯，就是高汤感，好喝的高汤，好吃，好吃哎。前面还有四名，我知道，但再让我吃一口。嗯。推推，这才第五名，我没有好像前面的人。维力素炸酱面好吃，第四名。我没有用这双筷子吃东西，所以我会直接下去炸。慈济的香鸡面，有那种小豆腐、干燥豆腐，有一些海带跟这个是应该是葱吗？还是青菜？有点像是，反正冷冻蔬菜啦。对对。用闻的话，你会觉得它的味噌有一股蔬菜汤头的味道，有一点健康的味道。对，你知道最近其实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啊，我都会开宵夜直播，我会一起煮干拌面。也许之后再拍一集干拌面特辑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就我们心目中的好吃干拌面，因为毕竟我也吃蛮多家的干拌面。等一下，这是公款，你不要偷吃。还受不了了，是不是？真香，慈济的香鸡面，海带味好重哦。嗯，好不容易说，它面超级清爽，不软烂 ，Q 的。它面吃起来跟一般的泡面来说完全不油腻，因为它用日式味噌的关系，真的是极度清爽。但我要说，
它的味噌就是健康味噌，它没有到很爆咸，也没有到很浓厚，它不是那种什么豚骨味噌那么浓厚的味道，它就是清味噌。302，哎呦哦，维力那个425。过年在庙里面拜拜的时候，它会煮一些面，它就是有一种健康又不油的味道。你吃下去，你会有一种心灵沉浸下来的感觉，心灵受到熏陶。那第三名呢？小厨师的菩提白果香菇面，85块。这样85哎，有肉的都没那么贵。对，但它标榜它的香菇很多啦，好像白果也是蛮贵的。白果应该是好像是榛果类的东西，对对对，就是西榛的榛。对，小厨师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过哎，慢食面讲究不讲究？它是第三名哦。撕开自己哦，还有很多东西，这应该是辣粉包吧，油包、调味粉包，这应该是料包。哎呦，哎呦。欸，它料有点像是那种红烧牛肉那种大块的东西。还记得我们之前开那个吗？不用火的火锅，海底捞吗？对，海底捞那个不用火的，它里面的料包就大概长这样，咖喱包，有点像。对，咖喱包，蛮多的哎。咖喱酱，它的面一样有封起来，感觉跟格力的差不多啦，我自己觉得。一样就是冲泡就可以了。对，那这个面是油炸的哟。哦，真的吗？因为我摸是油的。对，它没有特别写它是真的，所以它是炸的。挑力包跟油包，最后才加力，这咖喱是谁啊？最后才加入这个。这个跟这个都最后。辣椒包也是最后。只要先加啊，调味粉包哎。嗯，你闻有庙的味道，这是香灰，那个对呀、啊，那个为什么那个香的那个灰吧？对，这有佛味，檀香味吗？庙里会烧的东西的味道。对，我们这个拿去旁边泡。第二名呢，哦、又是维力的，这又是维力素飘香麻辣烫。他说吃起来跟外面麻辣烫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个价钱是12块。我们等下会比第三名的85块跟第二名的12块天差地别。哎，走哦，调味粉包，这应该算是辣包吧？辣包，辣包，佐料包。它的面一样不一样？一样不一样？一样不一样？它的面是细面，就是细细的那一种。进入泡面时间。可是我们东西还没放上去啊。对啦，它会整个满出来啊。嗯，有料多味美成这样吗？哎呦，很多东东哎、欸。哦，很多香菇。平均的把它，哎呦，土豆、香菇、笋子、菜、木耳、腐皮，其实你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哎、欸。好健康，好素的感觉。然后把它挤干净。不要浪费的料包，它有类似那种烩饭那种酱，还要再加油吗？是我们依照个人喜好大一点。这个满满的，知道人家怎么开啦？这开了怎么就爆、啊？反正我们辣包就不用加，没关系啊。哦，对哦，你不吃辣哎、欸。就是有些素食者他蛮喜欢吃辣的，嗯、因为会加点味道嘛。反正怎么都加上去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加一点点，不冲突不冲突，让身体热起来。所以白果是什么东西啊？它看起来很像莲子，吃的这个感觉就是在做善事。好，哎、欸。你闻一下，它就是香菇，欸、好香啊、哦！香菇鸡面，麻油香菇鸡面啊，有香菇了，好大一块的香菇，哦，好大，一小碗超大的香菇，是金针花吗？金针花应该金针花，好吃哎，嗯，好吃哎，它汤很棒。你喜欢吃荤的人，这个味道你也会喜欢。嗯，它的香菇是很真的那种香菇，咸度比刚刚那一碗香鸡面还要咸，可是它又没有维力那么咸，它虽然偏油了一点，但我觉得应该是麻油。哎、欸，这碗很。有呢，不是现在的泡面的面都超好吃，因为它的香菇啊，香菇会吸饱它那个汤汁，嗯，咬下去会喷出香菇汁，加上那个鸡汤还有麻油的香味。这一碗我更建议是用煮的，你加一把青菜、新蒸菇、白菇等等的，很棒，好吃。噔噔，哇哦，这个看起来很辣哦，这看起来太像麻辣烫了吧？哦。味道来讲的话，有麻辣烫的味道，但是它因为我在想，一般的麻辣烫可能有荤的东西在里面，很多那种就是麻辣锅其实是有牛油在里面，嗯，它的话就会少了那个汤的味道，那种肉汤的味道，它闻起来有维力炸酱面的味道，它闻起来有牛肉味，真的吗？我因为我不吃牛，我不知道牛肉味，对，模拟的很像，不辣，很辣，不辣。我会期望它再更辣哎，完全不吃辣的人呢，应该还是会太辣。但我会期望它再咸一点点，因为甚至刚刚那个菩提都比它咸，我自己觉得。那可能是水再加少一点，有一可能，但是是好吃的。因为它的细面是我目前吃下来，它很好咬断，滑溜，而且细面可以吸附它那个辣的辣油，然后跟它的汤汁，这会咻咻咻咻咻会下去，因为其他人可能要嚼一下。十二块吃一碗麻辣烫，这个真的蛮出我意料之外，我们不能一直指着这个，要拿这个。其实是这个哦，嗯，
最后，隆重到了第一名，味丹的随缘素肉骨茶汤面。那随缘这个品牌，大家非常的熟悉。一般你提到素泡面，就是随缘，17块。泡面价格真的是天差地远。台湾的印象中的肉骨茶跟马来西亚肉骨茶是不一样的，它是真的想要做有肉味的耶。你看它是放肉哦，啊、这边有一个调味粉包跟油包、油包酱包。这是肉吗？它放了像肉块的东西耶。期待。泡面时间，噔。好，目前看起来还好。头非常的黑，那是没有，那是我锅子是黑的、啊，这个是要再焖一下，我们可能要再煮，要再弄一下。我闻到了，我们的那个热水壶的水可能不够热，然后我们去用煮的，这个味道直接，哇，爆炸香，直接肉骨茶、欸，真的有那个肉骨茶那个中药味。各位，这是肉，它是素肉吗？我们俩一起啃看看这个肉到底是什么味道。可是它跟那个汤头很像煮出来，不晓得跟我在马来西亚吃的像不像，像那个绞肉呢。香菇的那个梗，模拟出嚼肉的感觉。有哎，这个很好吃。不愧是第一名的素泡面，虽然看起来油亮油亮，但它喝起来是清爽的。不说，你真的不会认为它是素。唯一炸酱面吃起来很适合宵夜吃，但这个就很适合晚餐吃。对，正餐。我还要再吃一口。一包才17块，难怪我觉得它应该算是 CP 值超级高的，所以它才会荣登第一名，真的是颠覆我的味觉。今天之后，你们有新选择了，最后的选拔赛啦。我有两个很抉择，等一下再跟你们说。我先选出一个，我觉得好，就是我答案。随缘的肉骨茶。你是不是想选这一碗？对，我刚刚其实是唯一跟这个在选的。认真。好像素食泡面的前五名。其实唯一炸酱面一直都算好吃的。中药味，因为肉骨茶本来就有中药，就是要那个。可是我觉得这跟马来西亚的肉骨茶是不太一样的，因为马来西亚的肉骨茶是有猪肉在里面，会有猪肉的甜哦。这一碗17块而已哦。对，17块，17块而已。哎呦，这 CP 也太高了吧！不错哈，哇，吃津津有味。嗯，来，你来试一下我们刚刚的第二，它是偏重。我刚刚整个吃下来，我觉得最重的反而是菩提的那一个。它是跟一般维达面一模一样，一模模一样一样。对啊，这就是我熟悉的维达面，怎么那么厉害？看，给你个赞。如果说呢，你已经有买到这些素泡面，欢迎拍照打卡，把我们标记在那碗面上面就可以。那黄先生看不到，记得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铃铛哦。我的 Facebook 跟 IG， 那种暖黄兄弟，下次见吧，拜拜。哇，爆炸香，直接肉骨茶哎，妈的苦辣塞，被香味炸鼻子。